弟兄姐妹你们好，我是蔡春熙牧师。我在1986年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念书，那么从那一年开始我就带圣地团了。那么我带了圣地团呢，大概有30多年，所以我非常有经验带你去以色列、约旦跟埃及。每一次我完了，我都在想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团带得更好呢？所以呢，这一个百般体验团就是这样呢，就是出来。那么就是在这个时候呢，邀请你跟我一同来看一个短片，介绍一下圣地之旅。当我们看完了，看完以后是不是立刻很想参加呢？在这个时候允许我用一点时间跟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团是怎么样，跟那一些一般体验团是怎么分别呢？那首先呢，在这个团还没有开发之前，就是说你还可能还在家里面，我们就会给你有30份这个叫事前通信，差不多每一个地方要去的你都有中英文的图片跟文字，
跟你说，所以你可以每个礼拜看一点，每个礼拜看一点，也可以说你没有时间，把它都打印了，在飞机上看也不太迟。那么还有呢，我们在事前呢也会给你有两个我们的课程。第一个呢就是叫捂着手指看圣地，那第二个呢就是十节手指看圣城，就是以色列跟耶路撒冷。所以你在之前呢，这两个是最重要的，用最多时间的，行程最丰富的，我们都在事前跟你预备一下。那么当你还在飞机呢，我们就是有在飞机上飞行游戏，我们用文字用一些游戏跟你就是说到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么这样呢就打发时间以外呢，还可以帮你预备一下自己的心，怎么去领受未来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么好了，我们就到了到了以后开始我们的行程。哇，在我们行程当中你就是最有福气的人，因为我们预备很多东西给你。首先呢，我们会预备两张的地图给你，我们要在这一些地图上做标记。什么意思呢？这些地图在哪里买的？不是买的，是我们送的，我们自己做的。我们做了一张整个以色列的地图，我们做了另外一张耶路撒冷的地图，这一些呢你都在上面做标记。怎么做呢？我们又告诉你，使到呢你在 highlight 的同时把路线连起来，你都知道我们去过哪里，我们将会到哪里去。所以这一些呢都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都会发生，对你来说是不是最宝贝呢？在别的团一定没有这两张的地图。那么再有呢就是陪你讲道，我们在教会也听到，但是教会听到呢是打开圣经，没有去什么地方，就是在礼拜堂。但是现在呢我们到了圣经有关系的地方，我们坐在那边打开圣经有关系的经文，坐在那边讲道。你说呢这样是不是最宝贝的机会呢？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文物罗列，就是说很多人不喜欢去博物馆，博物馆呢最闷的，为什么？哎呀，看的东西跟我不大有关系。不是的，跟我去的人完全都不同的看法。哎呀，跟蔡牧师去最好了，他对博物馆很熟悉，对吗？所以在没有去以前，我们发给你一个就是 PPT， 你可以放在你的 iPad， 放在你的手机，你就看的时候我们有中英文对照，你去的比方说以色列十大考古发现图片，还有呢还有文字都给你知道，使到你呢在里面你知道看的是什么还有呢就是原图教室，你在教会主日学的办法，你在神学院的科室，那现在你坐在旅游巴上怎么样，这个车上我们也是可以上课。每到每个地方以前我们都会放图片 video， 甚至有一些是空中拍的，使到你就从不同的角度先来知道你要去的地方是怎么样的。当你去到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已经跟你好像老朋友一样了。还有呢，我们到了一些地方，我们呢都看见哇，破破烂烂，是个废墟什么都看不到，只有石头一堆。不是的，原来考古家提供给我们一些原貌透视，就是考古的复原图，我们透过他们研究重新把这个城建立起来。两张图，一张现在，一张古代的你就知道以前是怎么样。你看这一张就是伯利恒的主诞堂，以前有一个叫君士坦丁，他的妈妈海伦娜来到建的第一个礼拜堂是怎么样的，就是这样。那保罗到过那个该萨利亚，哎呀，现在看见这个该萨利亚那个码头破破烂烂，以前是怎么样的？以前就是大希律王建了一个人工的海港，是这么好看的。我们看这几条柱子，这个以前说是大力神的神庙，以前是怎么样的我们都不能知道，就是看了听我们说而已。但是我们给你有一个复原图，两个比较，你说
是不是好像一个透视眼镜，给你呢增进你的认识，对吗？那么还有呢，还有就是我们在原图会告诉你说，这个就是圣经的是什么啊，原来是这样。但是更重要，我们叫这个叫就是叫经言预解，经言就是圣经，预就是预道，解就是解释，就是说我们在手册里面老早已经把一些你可能在原图当中看见圣经有关系的动物、植物、东西、文物，我们都列出来了，有经文记载，所以我们一打开一讲，你就把那些东西很有就是安排的主机下写下来，对你来说解经解释神的话非常有帮助。哦，这个是什么？哎，你看这个就是沙发啊，沙发是什么？你看我们的经言预解老早已经写给你，它就是四种最聪明的动物，在哪里啊？经文已经给你了，哦，所以你就非常清楚了。要好像这个就是那个野上羊，圣经说好像羊，哦啊，就是稳行在高处。稳行在高处是怎么样呢？当我们一看到再看我们的经言预解，你可配起来，你说是不是最宝贝呢？这一些，哦，都是可能有经验带你去的人能够提供，我们的团都有这类的东西。那还有呢，就是在原图当中我们都有长途的时间，长途切的时间最慢的，我们会安排一些电影给你。有一些电影呢是我们自己拍的，这个也是以色列我们自己拍的，圣地南北我们自己做的，这是耶路撒冷，我们到加利利以前就看到这个跟从耶稣脚中，我们到西乃山呢有四乃之旅，这些都是安排在车上给你看，让你呢就是呢在车上学的更多。当然还有其他，比方说金字塔，比方说呢就是尼罗河等等，都会安排在时间给你知道。所以呢你会在长途车上就能够先用你的时间，除非你说我很累要休息就睡吧，那这些呢就由它过去，如果不是呢你一定能够学到更多。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在原图当中给你看音乐演唱会。哎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图是什么？这个图就是大卫他，大卫他是个博物馆的地方。但是你知道吗？原来我们会安排你看大卫他曾经有一个非常好看的音乐的演唱会。那么唱什么？唱那个The Holy City， 哇，你就觉得非常宝贝了，对吗？我们还会在呢圣诞节或者是要到伯利恒的时候，给你看一个圣诞歌的那个音乐的表演，那这一些呢都是我们特别为你安排。还有呢，还有时候啊，我们去到一个古籍，哦，遗址，哦，哎呀，这个遗址呢原本有一个东西，现在不在了，去哪里啊？哎，去了德国了。为什么？因为那些德国人考古家来到就把这个带回去研究，研究以后呢就没有带回来。但是呢我们立刻就带你去那个博物馆看见那一样的东西，你说是不是非常宝贝呢？我们会追踪到底这个现在的那个去了哪里啊？我们会告诉你的。好，好像这一个在那个伊斯坦堡的博物馆有那一个呢，我们走在西西加水道看见那一边原本那个西罗石碑就在这里，哎，现在呢现在就立刻给你看见，就是在伊斯坦堡的博物馆。那么还有呢，在同一个博物馆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考古的文物，就是叫基斯原理，这一个呢我们又给你看到，使到你不需要去那边，立刻可以跟这个行程有关系的地方你可以知道。那么很多人谢谢我，为什么？因为就是这样，原来呢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有一些带你去以色列的，他自己拍照片，拍完照片呢他自己的，但是我拍照片呢都是帮你拍，而且我会拍很多，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团体照。那这个团体照结果你会给还给我吗？
一定会。其实啊，很多人呢完了以后几个月都没有看到。我告诉你，我的这一个的图片，在你没有坐飞机回去以前，已经给你了。就是在前一天晚上，我不睡觉也要把这一个弄好，然后放在一个简报，就是 PPT 里面。好像这一个，我们会告诉你几时几时你跟我来，而且呢，每一个团体照下面呢都有一个中文，甚至有英文、中文同时的简介。哦，那你就不用再问我，哎，牧师，这个是什么地方拍，那个是什么地方拍，你立刻都可以知道。你可以把自己的胶片加进去，怎么样，坐完飞机回去以后立刻可以看到，也可以放给其他朋友看。我当时就是有这一个的经历。你看到我的图片好像在飞机上拍下来，空中拍，为什么呢？我到时候会告诉你。你看到我的拍的图片，前边后面，后面的那个古迹都不会挡住，这个拍的情况就是最好的角度，而且呢已经说这个是什么地方拍。那么我们在马可楼门口拍的，我们在博物馆，在那个圣地无形拍的，都给你了。你看这一个，你的照相机不能拍到呢，可能没有人的那个图片，可能就是整个都能够拍。为什么？我用一个很广的那个 wide angle 来拍的，哦，所以能够拍到。这个怎么样？都给你了。而且呢，我们都除了团体照以外，我们还有图片，说明什么指到什么。我当时有讲给你听的，都会写在上面。你拿回去的时候，是不是你说很宝贝呢？我们到以色列博物馆，我们说我们要给你看这个博物馆十大考古发现，那十个最宝贝了，图片介绍都在这一个简报。你带回去已经可以呢，就把有一些地方不可以拍的，我已经拍了，以前可以的时候拍了，现在都预备给你了。好了，这个团完了，是不是完了？不是的，我们在行程以后还会给你我们网络的会员集，你可以到我们网络呢看完，这就是看回去的。你以前在这个团能够看见的东西，在这个团看不到的东西的图片、文字的件，都在我们的网络免费一年的会员集给你了。而且呢，我们不是接一次行程就完了，以后不接了，不是的，我们还有一个整全的计划。以色列、约旦、埃及完了，我们还有呢希腊、土耳其，我们还有呢特别是埃及的啊，有上游都下游的整个埃及呢深度行。我们还有呢就是那个波斯，就是伊朗，我们还有呢还有很多其他，包括了那一个黎巴嫩，包括了未来的叙利亚，还有呢教会历史团。这一些呢就是说你喜欢我这样带你这么丰富的一个团，不是一次过的，还是你每次参加我们的团都有这样的安排。你说如果你参加这样的团是不是非常宝贝呢？如果你参加我带你去的是我的荣幸以外，这一个一定，哦，是你一生都有帮助的团。你参加的话，这个是你明确的决定。谢谢你们。